离大狂巢的不远处，一处坡地上，有好几个洞，洞口还不小，这又是谁的藏身之地呢？ 哦，原来是一窝小沙狐。每天清晨和傍晚，小沙狐在洞外玩耍，等待捕食归来的妈妈。虽然顽皮，它们却不会离开洞口太远。 母沙狐回来了，小沙狐缠着妈妈，恣意的撒娇，而母沙狐显得十分警觉。 沙狐的洞穴和邻居大狂的鸟巢之间距离太近，毫无遮蔽的草原上，必须时刻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。捕食中的母沙狐进入了大狂的领地，这不仅事关食物的竞争，也威胁到了雏鸟的安全。 沙狐妈妈决定为幼狐去寻找更安全的洞穴。